第二个动作，提起脚尖和脚跟，面对洗手盘站着，双手扶着洗手盘，脚跟平放地面，一只脚脚尖抬起，保持动作，然后放松，换一只脚做同样的动作，重复动作，每只脚两到三次，然后把两只脚的脚跟抬起来，重复两到三次。太容易，做多点，直到15次。把两只脚的脚尖一起抬起来，不要后倾，或者减少扶着洗手盘或柜台，直到你不用扶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更加做多点，那么继续吧。